近日，黄奕仙女儿出席某品牌新品发布会，黄奕身着深绿色天鹅绒长裙现身，公主范儿十足，或助理提裙摆，女儿身着萌萌公主裙亮相，手舞足蹈，兴奋不已，呆萌十足。小当宝在台上活泼可爱，黄奕抱着女儿笑得不亦乐乎。不知从哪天开始，不知到哪一天止，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，时光停在你眼里，害怕的不敢声息。我好想昨天黄奕在微博上传和女儿的亲密合影，照片中黄奕女儿戴着红色蝴蝶结发卡，嘟嘴卖萌，十分可爱。但此张照片也遭到部分网友的热议，其中不乏一些恶意的评论。随后黄奕先发表长微博，不忍女儿被骂丑，并再次黄奕一再指黄奕为了自己美而拿女儿做陪衬。